三月九日啊，网络平台啊流传旗山区啊某医院啊于病房内聚众赌博，画面中显示十多人啊聚集于病房内公然赌博，可见相关啊赌博器具及金钱。警方得知后啊立即主动介入调查，比对相关画面，确认画面中赌博场所为某医院内部病房，兵分多路追查公姓男子等涉嫌人下落，已陆续将公然等多人约谈到案，积极侦办中。经查，本案公姓、林姓、陈姓及黄姓等涉嫌人为朋友关系，公然因病住院，三月七日下午十八时许，朋友相约前往探病，因一时无聊，所以才会在病房内赌博。当天在场有人约十二人，目前警方正积极追查其他涉嫌人下落，讯问后将依赌博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